啊，又是人族兽族。我等一下开摄像头啊，我现在还在吃东西呢。牛，哎，广告都没打好。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广告手。我是狗哥，完了，炉子还没吃完，结果开的时候不太好。再来口水。哎，再插个嘴儿，只能说。肉松饼跟24K 帝王牛肉粒太好吃了，看直播真的是必备，打直播也是属于必备的。诶，练那么快？哎，看到了，两个在下面。哟，还是个牛哥啊！这俩还是有套路的呀。套路太深了。你却说你感觉哎呀，大瓶没给到他。真的是套路深深的呀，这些人。哎呦，强维 DK， 我去，真的套路深。哎呦，不要命了，这个牛头，给我跪下！
这个不能这么让你为啊。真心相爱，不送你失去。哎呀，你这个给我打个治疗守卫多好的。你要给我打个治疗守卫，简直就是完美。哎呦喂，这个大法师好可怜啊，真是被追到家里，这杀金是不饶人呐。哎呀，怎么就没有抱到好宝呢？今天干嘛了呀？人品有问题啊！今天死后没抱到好东西。哎呦，还是练上面去了。哎呦喂，直接扒框盖都服了。哪有这种打法的呀？全围了，漂亮！直接围住两个火枪，然后还能杀三个，看我这一波的一个卡位，简直就是绝了，好吗？这一波直接是打掉人家两个 TP 了，算是。好，我的 DK 是 DH， 根本不虚。哎呦妈呀，有点多呀！来，刚不虚你，就是任性。咱有烦恼还动还虚你了，就是个干。哎呦，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的妈哎呀，差点黑了呀，这个是。哎呦，还挺肉的呀！真的，熊这个东西太屌了，你打着打着之间就啥东西都没了呀！那熊爸爸这个是最强的二 v 二地面组合，熊加蜘蛛。哎呀，今天狙击小分队儿都放假了。哎，这不是那不是昨天那个狙击组小分队的一个吗？主要是那个大蛇跟那个三八，这今天换了一个盟友。啊，打狙击小组有刺激一点的。却说你很无聊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对面那个有个人是以前我打那个天梯爬更行遇到过的，那个什么老辣又直了，好像是，印象挺深的。
这杀金呐、啊，也是属于人气高是吧？人家要捅他鸡屁股。有现在这些人呐、啊，都三十来岁的，都三十来岁的人呢，说还那么粗鲁，像我这样素质主播真的是蛮少的了。其实沙金有个外号，在那个群里面叫那个啥“中国好女婿”，每周六周日都要在岳父岳母家过，所以你们看周六周日我都跟他不打二 v 二的，这一点是有点厉害，我觉得一般那种已婚人士都做不到啊。哟，又是苏乔练了。啊，用 KOG 的话，这把应该是不跳熊了，应该是要让我强行 1v2 的。嘿，来的有点早啊你。哦，打了个眼睛，这个好东西。其实我也吃不消这种，就不停给我支援的。因为这样打风险系数还是有点大。这局位，各种姿势飞。打了个重生，有毛用啊？人家打了个治疗守卫，然后这一波得过去了。这不然的话，给他练起来不得了。我去打个治疗守卫，这个练级太舒服了。
没有。我去，这一把还真的是让我那个啥了呀！哎，还好打了个大蓝。哎呦，得等我那个呀，这得等我毁灭好了才能打呀。是的。都还可以。不是我说，我觉得这波要是摁不过呀。我选那么肉，吓得我了。啊，这一波守住了就好打很多了。哟，他们也开矿了。
他是刷新这一把就是玩各种的那个雇佣兵了，啥雇佣兵都有。好，可以进攻了。这波要他们小命儿了。我去，这杀青给我买了些啥？好多装备啊！我就看到，装备有点多。我去，太屌了！三公的部队是厉害，被养起来，养起来还要爆表。这杀金给我的钱就没断过哎。强行各种包养。哎，他们打这边是怎么想出来这些诡异的小细节的打法吗？以前也是